魂之间，心跳声那么的迷邪，匆匆忙忙一次错过的街，侧眼在等待我发现，情愫席卷我的双眼，此时却浮现你的脸，梦里温习告白过千百遍，只想每天陪在你身边，从来没有如此的执念，去了解你的美。我那些痴痴的想念，握紧在手中的钥匙链，叮叮当当敲击在心间，突然间发现承受不住思念，只想在明媚的午后捧起你的脸，你微笑的脸，下次给你们做一个好菜啊！再给你们做一个好菜吃。放到这里吧。谢谢。你的手划破了。哦，不要紧。你等一下。你把手伸出来。就等你们俩了，大家都找位置坐好了啊，系好安全带，马上发车了。那咱们坐那儿吧。
先别走，先集合呢。先集合了啊！小伙伴，你也没有什么童年呢，你。东西别落了，你也没有什么童年呢，我。对，后面同学快点啊！乱进啊！先集合了啊！小伙伴，就你们在最慢。今天大家呢都比较辛苦，回去啊好好休息一下，希望周一来上课的时候呢都精神饱满的，听到没？听到。那行，原地解散。 Thank you.
咱们开学呢也快一学期了，大家觉得咱们清学高中的校园生活怎么样？开学以来呢，通过考试和班级活动，对同学们呢也有了全面的了解。别的老师啊总跟我们抱怨，说咱们班到现在啊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班长，平时啊连个喊起立的都没有。所以今天呢，咱们班会的首要任务就是选出一位班长。相比指定人选吧，我更希望大家可以自我推荐。我给大家10分钟的准备时间，10分钟以后啊，我们来一个简单的竞选。你上不上？我可不像你，从小学就开始当班干了，还没当够。再说了，当班干也不发工钱，我还有自己的事没忙完呢，我还是不去了。哎，我要是上去，你选不选我？那个，我呢，只是近视。但是我不瞎，你不是那块料，你别捣乱了，别捣乱了啊！你这话说的有点伤自尊了吧？万丈高楼平地起，就算我是一块板砖，我是不是也得像我这摩天大楼？嗯，是是是是是。哪位同学第一个？来，张军。回去吧。哎，这平时我好像除了罚站，第一次在这站着。那个，我这个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啊。你像我的性格就是那种比较活泼啊，比较开朗，是不是？我平时跟大家玩的也挺好的。再看我这长相啊，比较踏实，是不是？丑。我这叫人畜无害。然后为什么要选这个班长呢？这首先我成绩一般，是吧？但是我觉得我要是能当这个班长的话呢，我既能给大家服务好，我又能督促自己上进，是不是？这第二呢，虽然我成绩一般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聪明的。我这干嘛呀？那吕老师选我当班长，就不是吕老师选我当这个领操员，我干的不挺好的，是不是？就反正你们选不选我无所谓，我反正自己这票是肯定投给我自己的。当然，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一下。最后呢，希望大家把这个掌声送给大嘴同学，谢谢。张军同学啊，给大家开了一个好头啊！来，咱们继续。哪位同学？有请谭超。同学们好，班长，班长，一班之长。所以作为班长，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才是一个班最重要的。学习，学习，还是学习。有一位名人说过，如果你是第二名，那么你就是排名第一的 loser。 所以如果我竞选班长，我一定带领大家努力学习，不断向前，只争第一。谢谢大家。好，两位同学都讲得不错啊。哎，咱们班就没有哪位女同学想参加竞选的呀？林洛烟，同学们好，我是林洛烟。关于班长一职，我想先谈一下我的想法。我认为呢，班长是老师和同学之间的纽带，是老师的得力助手，
能够协助老师完成班级的各项工作，同时呢，班长也是同学的代表，他能够将同学对老师和班级的想法及时的向老师表达和沟通。当然，对于咱们清学中学的同学们来讲，学习依然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我能当选班长，也一定会在老师的指导和同学们的支持下，维护好班级的纪律。学习好的同学能够主动帮助后进的同学，让整个班级都洋溢出无私、友爱、互帮互助的学习精神。我相信，在这样的氛围下，不仅对学习大有裨益，更会给我们人生中最美好、最青春的高中生活留下最美丽、最难忘的回忆。当然呢，这个课外活动也是很重要的。作为文娱委员出身的我，一定会协助新的班委完成各项课外活动，希望大家的生活丰富多彩。最后，不论我能否当选班长，都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关心，谢谢大家。还有哪位同学想参加竞选的？还有没有？来，邵天阳同学。我不竞选，我想上厕所。如果没有同学参加竞选的话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投票，拿出纸条来，写出你心目中的人选。写完的话，最后一排的同学往前面收一收纸条啊。江慕凡、夏雅上台来统计一下票数。林洛烟、谭超、林洛烟、邵天阳。邵天阳、林洛烟。这样，咱们班的班长啊就定下来了。恭喜林洛烟同学。我问你，班长竞选的时候，你把票投给谁了？林洛烟啊。巧了吗？这不是。嘿嘿，我觉得他各方面能力都挺强的，一定会成为一位好的班长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江慕凡，有人找你。谁啊？我发
最终，父亲也没有落下一滴眼泪。望着父亲迈着沉重的步伐前行的背影，我仿佛是第一次注意到，走在自己前面的是一座岩石般的山峰。
报告。来了，去坐吧。我们把试卷拿出来，上次没讲完的接着讲。你还好吧？小畅加油！哇！你看到没？怎么？快来人呀！林超，小雨，传啊传！哎，江梦凡，干嘛呢？看球啊？还能不能打了？哎。哦，我抱歉啊，我想如何灌篮呢？来，加油加油！哇！加油！哇，怎么接球？大嘴，替我吧，太累了。这么烦你不打了吗？啊？程烨，你好好打吧，我先下了。谁却怕等不到天明，你是黄昏的飘零彩云，并让我低沉的呼吸，心如玻璃般透明，破碎飘散成泪滴，看着你一次一次这一盒坠地，我无能为力，痛得不能自已。作为天使曾经身旁的回忆，我早已习惯被残忍，那些时光想起就感觉甜蜜，被我深深藏在心底。是否那些曾经天使的美丽，今后只能面对自己再提起，要等一个人慢慢被抽离，或许才可以。作为天使曾
进身旁的回忆，我早已习惯被残忍的剥离，那些时光想起就感觉甜蜜，被我深深藏在心底。是否那些曾经天使的美丽，今后只能面对自己才停止。要等一个人慢慢被抽离，或许才可唏嘘着回忆。